现在我们要求政法大学来给我们来法律援助。就是这官员老调不了问题。啊，苏兰的，有苏兰老调。啊，集体。集体聚集三十多人，都吉林市的，吉林市的。政法委书记腐败，政法委书记魏立腐败，还有公开，公开的。还有市委都是那个，都市长，市委书记都是。市长，强抢房屋。市长，市长贪污救助款，还有吉林区分区。官员劳教，一个人干啥？官员劳教，一个人说。谁会说就监督？他谁买房子不给？谁是房子不给？一个人说，一个人说。说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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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就十多年没有给我得到赔偿，现在我还非法的被拘留，关押，还非法的拘留，我从来没见过政府给我这种待遇。送进精神病院，拘留两次，刑拘禁四十五天，教养不一年。那送进我要求开颅验伤，下班五百块钱。那得事儿，开颅验伤，那没电了。特害基本没有，七十多岁的也给拘留，现在只要找政府，政府就是拘留，没有别的任何说法。一分钱谁也不给解决，现在就用拘留和刑拘教养。我精神病院送强压案，我们他们说吧，给你们都解决了，他们吃啥？来，我是吉林市的郭志谦，我曾经为保护了国家财产建永为，所以现在还有子案呢。完了，最后人家给我送进监狱，判决胜诉以后，完了法院说政府不执行，政府干预，胜诉判决，至今到现在也没有。我叫祖杰，你是谁？我。